今本日六月二十是世界难民日，接下来按向下来关心儿童议题。现在从 COVID-19 的疫情，甚至到全世界都面临通货膨胀，还有人民流离失所的危机。全世界也下十个有意顾问人懂得有多事。高雄市沙飞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，饥饿三十八通，希望县长沙飞爱地好，向下关心亚红议题，多多关心韩国天数抗疫事的促权。班长危机就到现在。为了救出因为遇到天灾战火面临饿死的生人呢，高雄市沙飞区同仁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，饥饿三十八通，并捐出营业残费100元。投入人道救援发通，因为伊人也是感受到十二点钟无食东西的痛苦。同理理解饥饿的感受，然后更能够去理解贫困者，包含我们在照顾的一些弱势的家庭。我们去试着体验看看人机子机的感觉，去可以刺激到我们的发展，我们的同理心。今个全球有8亿人人在饿肚子，又到天气根本连饮水都很问题。故说台湾世界展望会希望国人捐出一笔加币的钱，本世界饿肚子的生人呢，做得要维持生命的热量。我们每个人募集100块，我们真的就可以帮助一个儿少，他能够满足一天的营养跟他的一个热量所需，让他的生命可以维持下去。高雄市沙飞区已经连续12年响应饥饿三十八通。如果世界饥饿日当日的12点钟，无食固体的东西，也期间抢饮水，也系流质的饮料，希望做得带动沙飞国家关怀饥饿救援行动。客家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。